起床了，哎，哇，他们这种的有橘子耶，看，我还以为今天会很安静，结果这一户人家在装修房子。整体来说，这个小山村还是很安静的，打扫得很干净。我终于知道这条河是什么河了，不，它不是个河，它叫富水水库。昨天来的时候天比较黑。今天居然下雨了，这是这个村子这边的一个广场，啊，有人在上面洗衣服。本来是想着今天也要在上面洗个衣服的，结果阴天。看，来了两个本地的大哥和一个姐姐，大哥是昨天晚上跟我联系的，说他是本地人，然后说是我们昨天走错路了，跑到这个小地方来了，结果今天一看是走错路了，大哥。哎，对，我们要待会要掉头往回走。就是往我来的那个方向走呗。好，咱们本地的朋友特别的热情，然后知道我走错路了，就赶紧来帮我带路，说是给我带到大路上去。因为如果说我要是从这个地方通三线，如果要去荆州的话啊，它是要翻好几座山的，而且山路又窄，不太好走。所以大哥的建议是最好是走高速。我们今天下午的话就直接走高速了。大哥是23年的老司机，所以这个路太窄，让大哥给我开。然后呢，我就坐车。你那个啥，到的时候他可能车要比咱们的车要长，别的都没啥。嗯。座位往后移一点。要放气刹，后面那个气刹要放。我帮他看着点儿，走吧，你坐他们的车，然后我跟大哥坐一起。哎呀妈呀，终于坐上车，不用我开车了，有大货车司机帮忙开。你都不知道我进这个路我有多惨呐、啊，大哥，我慌死了，一点点的挪呀。因为这地方的路比较不熟悉，你知道吧？对，不熟，对，开得可慌了。特别是这么小路。是的。我都佩服我自己，我是咋进来的？对啊，我都佩服你。我看到你那个车比较大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这个车的确有点大。是，我都左看右看，走哪都要看，因为它这很多电线杆子，还有很多线。可以，你现在可以一路上看到那个水库边上的风可以看风景景。了。不用担心我的技术啊。好的，好的，这个我放心。我原来是开半挂的。原来开半挂的。那你开这个车不是小意思吗？哎，我可以欣赏美景了。这水库真的好大呀！我们应该，你应该昨天走对面那个对面那条路。应该走对面哈。对对对对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导航给我导到这条路上来了。他你要是导了往通山方向的，他肯定会走国道，就给你导到这边来了。不知道呀，我进来的时候我就说这怎么不是国道，我以为只有一小段，没想到这么长。哇，我发现你开的真的比我开的好哎！我说你开的很好哎！我昨天进来的时候我可慌了，慌手慌脚的打方向盘。我看你好淡定呢，老司机开车感觉就是不一样。而且我踩油门，它还会一冲一冲的。我看你开的很稳，你不冲。与通山交界的地方，就就这个地方啊，嗯，怪不得你们说阳新王新。我说我，哦，你说这个这边过去是阳新，这边过来通山，哦，对对对，是的。它这应该有个爬坡档吧？这个没有爬坡档吧？啊，就是自动的是吧？对，应该是没爬坡档。他们走的时候经理没教过我。哦，他就不用换那个，就是不用换。他一般应该他会自动减速，对，减到那个低速档上去是吧？对对对，怕他都爬不上。爬不上，只能搞成手动挡的，应该可以爬上来。它怎么减呢？它自动减了，对。我上庐山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，它会自动减，要么就是自那个手动挡的，它是手自一体的。对，这个都在自动减。不得不说，开过大货车的司机开这个车真的是跟玩儿一样。你看大哥特别的淡定，开得还快。我昨天你都不知道，昨天上这个山真的是故意爬。这个就是水库的大坝吗？嗯，
对啊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大坝好高啊！这里面应该夏天也会有人进来玩吧，露营啊啥的。不。哦，这个树林，风景挺好的。对。